看看我今天出去买了个什么，做一个试试。两包粉，小巧克力，这个是那个什么裱花袋吧？好，看看说明书，把这个三角杯剪下来，这应该不难吧？这应该是给小朋友玩的，做成什么样子我都会吃掉它。然后就是加水，加到另外一边。它只有一个搅拌棒啊，只有一个搅拌棒，这么小气吗？嗯，真的只有一个吗？好啦，这个奶油部分就已经搅拌好了，放在这个裱花袋里，借用一下这个小盒子。这边可以放进来的，哎，好像也不是很好看的样子。然后这个微化是用这个切切就切，这个就这。然后再把微化做掉，这个巧克力的撒在上面。烦死了！哎呀，应该不难吧？这应该是给小朋友玩的。终于好了，哎呀，展示一下，锵锵锵锵！还可以还可以，毕竟自己做的。这个，我最喜欢的这个 Bingo。